너. 有没有去买过那个飞粉的新的便当？开运便当，88块钱，九宫格料理，有白饭、糙米饭跟紫米饭，有鱼，有蛋，还有一个是它是一个鱼，然后一个蛋，然后一个高丽菜白酱，然后还有什么？我想一下，还有那个是一条一条用刀，一条条我不知道怎么解释，反正还有一个青菜，然后还有什么？然后再配一个韩式炸鸡，微波那种，88块加一个韩式炸鸡，绝对便宜啊！不错，就吃这个了。边缘人过年只剩 Seven Eleven， 白痴！哦，白痴！边缘人过年连 Seven 都关店不找你啊 ！Seven 说：“抱歉，先生，我们要关店喽，我们过年期间，他妈是有病是不是啊？抱歉，我们过年期间不服务给边缘人哦，请自己回家围炉。”不好意思，先生，可以请你离开我们的店吗？对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对，我们要关店了，我们要关店了。哈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春节本来就不开哦。你说上面有开的时间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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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有一些特殊情况要关店了。对，春节期间不开不开。哦，绝对不是因为你而关店的哦，绝对不是。你可以打我们的客服电话0800080啊，0800123。对对对对，您可以去回家找您的女朋友帮你煮泡面吃，或是回家围炉啊。敢不瞒您说，在除夕的那一个晚上，我下楼想说买一个全家，还真的在我面前关店，干你老师。正要买，他跟我说：“抱歉，我们除夕不开。”真的是我干你老师哎、欸！气到打小兵。这个牛怎么样？靠北。我们再射他一下，再射他一下。干，射不到，刚射到他。好，希望射到他的时候他刚好死掉。哎呀，差一点点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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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想想回家，想回家，想想回家。吃一只喵不会死，干！
冰而已，真的是哎，小气鬼。 回家会休过年啊，干人家也是人，好不好？看我培养，你没有讲到全家都会讲，哎、欸，我家 AD 怎么死？全家都会讲啊，全家就是你家，对，葛雷不杀了，不怎么，你家休不休过年，人家也要休啊。 哦，那七七都。哇哇哇！那啥小，刚刚啥小，刚刚啊，他用了吧？他这全招灌我兵秒杀哎！ 鞋子比较好遛狗。哇，章鱼很会玩哎、欸！我来救你！看臭章鱼怎么那么会玩啊？ 我看，求你在！哇，求你在啊！别啊！你干嘛？ 真的在逛街，这两只，这三只在逛街，我们野区当家逛。抱歉，避免万一。 嘟嘟嘟！我干，他怎么那么卑鄙啊？卑劣的贱人哎！
太卑劣了吧，这家伙！
这章鱼超肥。欸，他那个电好痛哦。维克特那电也太扯了。更多的跑速。漂亮。下给我弄，谢谢。好，没有问题，给你弄，去吧。不能怪我。战机看起来我也是蛮好的，我是第二好的吧？第一好是他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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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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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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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吓死了！吓死了！吓死了！一定吓死了！一定吓死了！喂！魔女，叫死我！反加速 ，Go！ 冲！Never feel change. Never fall. 喂，没有问题啊。跑，移动速度的吉卡拉，有没有看到？走快点，仁兄，需要你的帮助啊！有没有移动速度的吉卡拉？什么东西都被我躲掉。哈！随便我躲，随便我躲。喂！没味道。哈！这个尾。哇，可惜，这个没有尾道。移动速度的吉卡拉，想躲什么就躲什么，什么东西都打不到我，什么都不行。哼，怎么这么想追我？我有闪现的吉卡拉！啊！被闪现的吉卡拉杀了。闪现。移动速度最大的敌人，你怕个屁啊！干，真的是你在怕个屁啊！嘿，我们机器人做法，逍遥谷的做法，靠北。我们现在是机器人，好不好？我们只会精密的计算，机起来好吗？各位，机起来！小熊有熊起来 ，JJ 有 J 起来，我们有机起来。我们这个共用的符号在 Twitch 里面有一个懒猫的脸，跟一个机器人，两个啊，你用到爽。追吗？移动速度的吉卡拉是不会被你骗到的。为什么不是冒起来 ？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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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这你就有所不知。哈，球弹被打到，我们还是有护盾。抱歉。嚯！六发，呼，吓死宝宝了。靠我们精密的计算，这一场已经要获得胜利了。
痛痛痛痛痛。我不是，我真的是想要帮他打，我看还剩500滴血啊！切，他也知道啊！我真的是还剩500滴血，想要帮他打。My spirit is an unquenchable fire. Never fall. Who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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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hoa. 我觉得这个鞋子比较强。还响尾，帮忙输出而已啦，不是尾刀啦。你竟然蛮大！我帮你弄他。哎呦！这小傻逼是不是也是打不太赢我那种？这时候假如是那个屁孩，就是全屏说啊，不是很爱闪现抓 support。没闪现了哈，被上路杀爆了哈，哭哭哦！再闪现杀蛇破啊！没有，我是说屁孩的话会这样做啦，我不是，所以我没有这样做。阿巴龙，这个吗？狙一波好不好？然后就要全屏问说：“哎，你们有这种上路真的是很可怜哎，交闪现杀蛇破，难怪你们都杀不到 AD， 被 AD 输出假的哦。”好，我们就起内讧，赚。我这个上路的话，我就之类。可是我不是这种人啊，所以我不会这样讲啊。自己上路压不住啊，所以要交闪现来压下路的 support。看看他的战绩，妈的，讲下去也太像了吧。
看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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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嘣！哇哇哇哇哇哇！这个 damage， 天盾，天盾！我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？我的龙女，我签他，我签他，我签他！嘣！